听好了，等会儿开拍的时候，你就踢门进去，使出一招飞龙在天。嗯，好的。拍电影不找本喵演，没劲。好，全部准备，开拍。哎呀，今天我龙傲七要踏平你们武馆。来踢馆，你好大的胆子。这演技也太逼真了。大伙儿上。这是新鬼队啊。喂，你们怎么真打呀？郭德兵，反正导演没喊停。可问题是，导演他们全都消失了。娘，月月，不太对劲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启军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！果然又是时空起点，出动吧，不怕强敌，齐去出击。你们是一伙的？不。不怕强敌，齐去出击。嘿！凯奇，你还好吧？小意思，我只是在让着他们。那你回去继续，这次任务我们来解决就好。出任务嘛，可不能少了我这队长。好了，先说正事。这次的时空起点发生在1895年的法国巴黎，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放映机。根据资料，他们于12月28日首次公映了世界第一部电影，因此这一天也被定为电影诞生日。哦，原来是电影消失，所以刚刚拍摄的假踢馆才变成真的啦！太过分了，我们一定要夺回电影。走，出发吧！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这里就是电影诞生的地方，卡普辛大街14号，卢米埃尔兄弟就在里头。现在伟人出场都这么简单粗暴的吗？放映机到手，萌查查，走走，柠檬酸爽合体。大家一起上。别急，有奖问答，你们最害怕什么电影？本喵才不会告诉你，我们最怕的是恐怖片。闪电猫，叽叽叽，给你奖励，恐怖电影《刀剑学姐》。嘿嘿，好戏开始喽！喵，奇了怪了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恐怖电影《午夜凶迷》的剧情，电视里会出现，鬼来了，是古井怪物。我来了，夹住脑袋！怪柠檬装神弄鬼，有本事过来！锁住了！快呀，午夜凶柠檬嗑药来了！那是电线卡住了，它过不来了。来呀，你过来呀！我跳过来，我跳回去，抓不着。来抓呀！不要了！
据分析，蒙查城每换一次电影，就会传送我们到相关场景。喵，地震吗？是下面有东西，快跑！根据资料，这是电影《光头飞车七》主角开跑车和潜艇战斗。哦，本喵可最爱看它啦！特工战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开车战斗。你们别想上车，我爱超级云雷发射！不好，我们的战车，快上！再来再来！只需要用无敌手套比个心，叮咚，答对了。啊，老喵，不要变成鬼呀、啊！嘿嘿，比心。怎么没有？比心。比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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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心。看，他的无敌手套没有能量宝石。队友，这是金角霸王上级，那你手套可没用啦，这里才没有在下级出现身上有能量宝石的机器人。机器人，嘿嘿，这不就有了吗？啊哈，找到了能量宝石，他们要消失了。休想，我们上！我捉！云，你进来！就差一点！根据剧情，谁也抢不走我的无敌手套！我的海蓝，你别去！还有你！痕迹，能量宝石拿来！嘿，无敌手套完整了！救命！
马车啊！哦，大哥凯基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欢迎来到奇趣小镇，现在播放的是奇趣特工队。你以为我们会照着剧情抢手套吗？不是吗？你们明明……嗯，无敌手套！哟，失禁了！没错，本喵把电影换了。你再看，这是第几集？这就是进击的凯奇曼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嗯，等等，凯奇曼，哎呀，哇，讨厌！电影首映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太好了，太精彩了！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